小燕，我想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什么意思？我们是情人，还是爱人？还是说，只是 one night stand？ 你很纠结这个吗？我们是成年人，所以有些事情我必须弄清楚。我的目的很明确，和你恋爱、结婚，甚至我们可以一起厮守一生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们需要彼此了解。 需要彼此沟通，可你却一直在抗拒我。你从来不让我介入你的工作生活，你只在你需要的时候才找我。我一直在改变、妥协。你呢？我一直以为，成年人交往，合则聚，不合则散。 大家在一起，难道不是开心最重要吗？你既然跟我在一起这么迎合，这么勉强，我看我没有必要继续下去。我的话你是听不明白呢，还是说你不想明白？我想跟你在一起。 而且我想象过无数次我们在一起的画面是有多幸福，我想更好的爱我，关心你，我想更爱你。那不是爱，你是想改变我，把我变成你喜欢的小鸟依人的女人的样子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把你变成那个样子？我喜欢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样子。 那你现在就在生什么气啊？我插手了你的工作，帮助了你，让你觉得很没面子，丢脸，伤你男人的自尊。那不一样啊。怎么不一样？反过来，你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，尊重过我吗？ 星星啊，妈妈以前很厉害的，不过为了你呢，不能太用力。嗯，妈妈要保护好你啊，对吧？干嘛突然打给我呀？啊，是不是想我啦？干嘛呢？你这孕妇也太拼了吧？怎么啦？ 孕妇一样可以练瑜伽呀！哎，对了，正好给你展示一下。你看一下啊，我现在啊，连这个动作都可以做了。你看，厉害不？真棒，好稳，是不是？跟我可以转。嗯、<笑>要我说啊，你也应该把瑜伽捡起来，尤其你现在忙的时候啊，工作的时候，累的时候呢，做做瑜伽，对你的颈椎啊、腰椎啊都有好处的。最近怎么样？ 有没有跟那些妈妈深入聊过呀？有效果吗？啊，还行吧。其实也没有我想的那么难。你看，还是我说的对吧？人啊，
就得多接触，接触接触呢就好了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，女人啊坐月子的时候很空虚的，这个时候呢你趁虚而入，哪怕你装假装是他们的好朋友，你都能获取他们的信任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之前在印度学瑜伽发的那组照片，那个什么蝎子是？哦天哪，那简直就是个假椰子，把我都快吓尿了。不过呢，你对这种身体的极限追求震撼到我了，我练瑜伽还是受你的影响。哎，都两年没练了，那你现在身体的柔韧性估计还不如我呢。我刚才就想问你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啊，为什么这么黑啊？没开灯吗？乌漆嘛黑的。悠悠，我跟齐斌。在哪儿？哎，我儿子叫我了，我得过去一下，先不跟你聊了。下次再听你跟齐斌撒狗粮吧，拜。嗯。这个是什么字儿啊？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啊？嗯。爸爸。哎。对。老公，你的钱包。哟，怎么在这儿呢？嗯。在哪儿找的呀？你那会儿一回来就搁这儿了。嗨，你看我这记性。还白跑了趟公司，还把保家也给说了一顿。老公，嗯，月子中心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！我跟我爸妈说了，这个钱呢他们出就行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对于我来说，谁出这个钱都一样啊。我就是希望我们家小女王别受任何委屈嘛，我想把最好的都给她。人家也说了，女儿要富养，要有见识啊。我上楼洗澡去了。啊。还真是好久没练了。
今天给我叫救护车！我跟你的仇一笔勾销！这么早睡了，平时不都习惯一两点的吗？吵醒了。地址，麻烦您快一点行吗？病人情况很严重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现在怎么样啊？你别着急啊，我已经打过电话了，马上就到，你再忍忍。我忍不了了，疼死我了。那怎么办呀？你跟我说话，你说话，你分散我的注意力。我说什么呀？随便说什么吧，你快！你为什么非要赖在这儿不走？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搬家？凭什么我搬家呀？我先住这儿的。是我先给你找的房子，你要不要脸？我要搬也是你搬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孩子，所以才逼你去月子中心的。哎，你为什么非赖着不走啊？为什么不辞职啊？你是不是还想回来？还惦记着我的位置？你就是不死心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个位置是不可能让给你的。我走到这个位置，付出了那么多，我容易吗？哎，你能力那么强，走到哪儿都没问题的。你可以重新开始你的彩妆事业啊，可以做你的时尚女王，干嘛非要这样，非要跟我过不去？你真的给我打电话了吗？你根本就没帮我叫救护车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来找你的。
小燕，你怎么了？你让一下。你撕了多长时间了？不，我下来了。你这伤着哪儿了？呀，你忍一下啊，我先给你放下来。小心，腰断了。啊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是不是残疾了？别胡说了，你这就是小伤，歇几天就好。我肯定是残疾了，我腰已经断了，动都动不了了，疼死我了。好了，马上就到医院了。别说话了，你疼死我了。你怎么也不安慰安慰我呀？你帮我分散点注意力呀。上就到医院了，坚持一下啊，坚持一下。还是陈娇蕊说话管用，她一开口，我都忘了疼了。Thank you.
和你想的一样。我没残吧？很险，不过幸亏送的及时，没造成腰间盘突出。那我还躺多久啊？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？医生说了，你还要再留院观察几天，你就好好在这休息几天吧。这瑜伽是好东西，但你也得循序渐进吧。以后注意点就行了，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其实你的问题啊。我什么问题啊？你的问题是人设包袱。什么东西啊？你为了展现自己的自强自立，受了伤宁可咬牙忍受痛苦几个小时，也不会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去求助。其实我挺佩服你的倔强的，但你真的差点把自己搞残。我都已经向你前妻苦苦哀求了，我都能向陈娇蕊低头求救，我还有什么在乎什么狗屁人设包袱啊？我真的是够不着手机。是吗？你要是能见到他，你真的帮我好好谢谢他。是他帮我叫了救护车，我当时就答应了，我跟他的仇一笔勾销。你答应谁了？不过我看他的精神状况好像还是不太稳定。产后抑郁症会持续多久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我看你给我打了好多个电话，你半夜三更找我干嘛？你不会想说教吧？是优雅的事。哎，老婆，下来，干嘛呢？慢点，下来。你怀着孕呢，穿着你怎么办啊？是我太久没收拾了，那上面好脏啊。我弄吧。那你擦啊。啊。我腰有点疼，我去躺会儿啊。去吧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让他离婚。你先冷静点。你跟我说这个，不就让我告诉尤雅吗？我跟你说这个事情，是为了让你跟我一起想办法，能够让尤雅过得更好。离婚就好了，及时止损。可我们俩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，程浩南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外遇了呢？如果是锤呢？我知道你担心什么。尤雅是个全职妈妈，她没有工作，带着两个孩子，她有什么资格离婚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没关系，她有我。很感动，但是我问你，你是他妈吗？就算你是他妈，你也不能替他做决定吧？尤雅怎么想的？她想要什么？这才是最重要的，而不是你想要什么。慢点。哎呀，老公，你快点，帮我看看那门牌，别走过了啊！孕妇，你走这么快干嘛呀？哎呀，我没事，你就这儿，就这儿，前面到了。哎呦，听说你练个瑜伽，能把自己练到医院来了呀？来吧，尽情的嘲笑我吧。就是老了，我就是生疏了，跟年龄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的？你看，这老了就得服老，是不是？把自己弄受伤了吧？嗯。啊，谢谢石哥。还有啊，练瑜伽之前呢，一定要热身，你是不是忘了呀？还有一点很重要，老了就得有个伴儿，对吧？你喝你的水吧，你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便秘啊，喝水排毒。谁便秘了？便秘吗你？讨厌。我不便秘。洗手间出门右转，很快就到了啊。不是，我还真得去一下。这么快？那我陪他去啊。
还是我陪他去吧。哎，老陈，我跟你说几句话呀。还是我去吧。哎，谢谢师哥。我知道萧炎要跟他说什么。你知道了？嗯。其实他们两个之前呢，一直都是相互看不上对方的，而且连话都很少说。萧炎肯定是找机会跟我们家楠楠把话说开了呀，大家可以缓和一下关系嘛。哎，他们两个都是爱我的。啊。可是实际上呢，我们家楠楠表面上看起来吧不怎么随和，但人很单纯的。而且对我的好都是实实在在的，我说什么他都听我的。哎呀，你自己觉得幸福最重要了。嗯，照顾优雅挺累的吧？没什么累的。优雅呢，就是个孩子，单纯、快乐、无忧无虑的。她从毕业就嫁给你了。说是他在抚养孩子，其实他只不过是跟孩子一起玩耍而已。真正养孩子的人还是你。你要养这个家，很快又再有一个孩子。我知道你压力也很大，也很辛苦。哎，没有。但是不管你多苦多累，你都没有资格怪罪他，因为你是在他身上汲取快乐的人。是你希望他变成这个样子，你既然享受他带给你的快乐，你就应该保护他，让他一直快乐下去。其实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是在优雅身上汲取快乐的人，我也会保护他。如果你让他伤心难过，我不会坐视不管。在威胁我吗？陈浩南，我不管你在外面做什么事情，从现在起都处理干净了，自己的麻烦自己解决，千万不要让优雅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。在她高高兴兴把孩子生下来之前，你只能哄着她，照顾他，别的都不能干。小燕，我的事儿你管得着吗？你少利用优雅了吗？其实你根本不关心他，你一直在欺负他的单纯和善良。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我完全没有做过对不起优雅的事儿。谁对不起我？说什么呢？坐。哎，你这个老伴啊，他还真是护着你啊，一句坏话都没说。那是因为我好呀，我完美的很，无可挑剔，没有缺点。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谁厚颜无耻了？老婆，回家了。我这不刚来一会儿吗？再多待一会儿啊。你怎么总忘了自己是个孕妇啊？孕妇怎么了？孕妇就不能出门了？听话。行了，听你老公话，回家吧。我这不刚跟你待一会儿吗？哎呀，我们俩什么时候不能待呀？我这一点伤，我还要个孕妇陪我照顾啊。嗯，大家给我发微信。萧炎，是不是说你什么了？没有啊。哎呀，萧炎他这个人吧，他就这样，脾气又冲，说话又直。万一他说了什么不好听的吧，肯定都是为我好，是关心我的。关心你，都不及你关心他的1/1000吧。
他叫你就屁颠屁颠跑过来，你还怀着孕呢，一个孕妇一天到晚为他东跑西颠的，至于吗？不是你这么想啊，如果是你哥们儿生病了，你不来看吗？我没这种自私不懂事的哥们儿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啊？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就是老这么处不好呢？就不能为我这个孕妇考虑考虑吗？你不要让我为难吗？好不好？好，不让你为难，那就为难我吧。我觉得挺好看的。美娥姐，听莫大夫说肖总住院了。啊，哎呀，听说是腰受伤了，但具体怎么伤了我就不知道了。腰受伤了，这怎么弄的？这是？哎，怎么着啊？要不然咱们组团去看看他去。嗯，这不用去了，不用了。那要住多久啊？哎呀，听说得一个星期吧。不过这出了院，是不是也得回家休息休息啊？哎，太好了，那可以轻松好几天了。哎，你们别这样行吗？人家肖总这个人还是挺好的。我住院了，估计他们都普天同庆呢。不至于。其实我知道，不是李美娥做的手脚，我就是不太愿意承认，他们都不喜欢我。你这住个院，学会服软了。生病使人脆弱。哦。我真的是尽力了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就这么难吗？像隔了座山似的。其实这些妈妈们啊，她们正在经历人生中最艰难、最困惑的时期，最终还得靠她们自己才能度过。她们中大部分人只想轻松，并没有希望你真的替她们解决什么问题。你只要学会耐心和理解。当然啊，有耐心这可是最难的。重建会所都比接触这些刚刚生完孩子的妈妈们容易。创新设备你可以大刀阔斧，对人心则要渗透式的，要春风化雨送温暖。啊，你尝尝，甜吗？还行。还行我就不吃了。我发现今天有时候真事儿。人得对自己有要求，不能什么都往嘴里放。怎么样，老板，心情是不是好多了？哎，我会努力做好这个老板的。我相信你。听护士说，肖总受伤住院了。啊？怎么受的伤啊？严重吗？不清楚。啊。不过说起肖总这个人，真是一言难尽。其实我也知道他没什么恶意，性格挺直爽。就是一听见他说话，我就生气。我看你是嫉妒人家长得好看吧？不过我觉得肖总气质是挺好的。聊天呢？哎，李主任，李主任，气色都不错嘛，啊，恢复的挺好，还行。哎呀，哎，我听刚才你们聊肖总呢。我刚听包子妈说肖总受伤住院了，怎么回事？严重吗？哎呀，这我也是听说的，应该是不严重。嗯，哎，肖总之前有段视频在网上可火了，你们看见过吗？视频？没有。没有啊，我也是刚发现，我一看这点击量还挺高的，你看看啊。你说你早点孩子病，挺好玩的。有没有想过他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子？你希望他变成一个熊孩子，人见人烦吗？熊孩子之所以是个熊孩子，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熊父母。莫医生好。啊。李主任，什么情况？哎呀，你有毛病吧？是他自己摔的，你不信你
一看就是早期的视频啊！你看这上面显示的时间。哎呀，但是莫大夫，这个肖总啊，大家都不喜欢他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你之前还好，就是护士提提意见，现在连宝妈们对他意见都是很大的。哎，就咱们那个打分系统，那个结果，你总看到了吧？肖总这才刚来嘛，还在适应阶段呢。但是，肖总他不喜欢孩子这件事情，大家可是都知道的。这个视频更坐实了肖总他是讨厌孩子的，厌童，这就不好了。可他们是怎么看见这视频的？嗯。